日，孙俪在山西晋中拍戏，晚上在酒店睡觉，受到附近建筑工地噪音影响。结果孙俪在微博发了一通牢骚，并打着替工人们着想的幌子，希望有关部门能有所动作。结果令人尴尬的是，大部分网友都在指责孙俪滥用明星特权。当地建筑工地实际上在建地铁，为了赶在年前解决交通问题，工人们分日夜两班赶工。不止孙俪，还有过其他明星滥用所谓的明星特权，最终被老百姓或者相关部门狠狠打脸。著名导演张艺谋被爆出生了七个孩子，在之前计划生育国策下，张艺谋不顾国家法律法规私自生子，最终被网友爆出，并被罚款748万元。著名拳手邹市明的妻子冉莹莹去医院看病，指责医院对其态度冷漠，邹市明为其撑腰，被网友狂喷：明星怎么了？明星就得对你态度不一样。那英忘带戏服，让警车开到回家去取，并且当天那英还发微博说道：今天特早就把妆化完了，刚到国家体育馆来参加交管局春晚，一进后台演出服没带，我这时候交管局得全冲上来嘞，警车开道，带着我那笨助理飞奔而去。交警这时不用啥时用啊？早在几年前就有导演爆料，林心如乘坐飞机时，无论是起飞前还是起飞后，一直在使用电脑，即使空姐有劝阻也不听。还有唐啸硬闯现场，武警要求其出示证件，唐啸冷漠对待，并称对方的手为狗爪子，称武警是看门狗，并声称误了事武警担当不起。还记得下面这个嚣张的表情吗？唐啸最后被网友全民抵制谴责，即使你名气再大，在人民面前你是没有任何特权可言的。